大家好，我是阿甘。我们来到一家超市，A1属于日本超市，来看一下。哇，苹果按个卖，哇，一个1美金。What 一美金？梨 What？也是按个卖，7美金，7美分。橙子，7美分，哇！两个玉米，0.8美金。豆芽，0.5美金。黑提子，哇，2.5美金。草莓6.9美金。哇，它包括这柠檬0.8美金。四个苹果5.9美金。哇，豆角0.8美金，香菜0.5美金，这么一点点0.5美金。哇，葱0.5美金。胡萝卜，哇，白菜1.2美金。我的菜花1.5美金，哇，西兰花1.2美金，哇，生菜1.2，哇，这个很贵，这个应该很贵。哇，这个0.8美金。哇，一个0.5美金。哇，这一盒小番茄1.2美金。哇，特很厉害。这就是这个超市的环节，其他的也不用多说了。真奶，哇，1.3美金。好，今天到这里。